关于 S 的部分嘛，是这个1H1S 还是2H3S 的部分啊？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気が的ママ朝食。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老师推车。我起来就没想要讲这个嘞，泰山，这很多人做了，好不好？接下来哈、哦，如果大家想要看关于这个 HRV 的这个试车的报告哈、哦，请点这边，这边放嘉伟哥，这边放 Andy 老爹，这边再放小 Andy， 好不好？那在 YouTube 里面搜寻 HRV 后结束啊，好不好？这一集就做到这里了，还可以吗？没赛。今天这还是这个2017年的，是 Honda 还是 Honda？ 我弄两 Honda。那 HRV 我们现场这一台是 S， 好，听下 S 在啊。关于 S 的部分嘛，是这个 1H1S 还是 2H3S 的部分啊？哎、欸，今天有没有要认真介绍车？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多人介绍过了，然后又有很多那个粉丝朋友都在那边，小师哥可不可以做 HRV？ 大家都叫他做 HRV， 我今天不知道被做上面艺术哎。那我今天站在中古车的立场，还有个人主观意识的立场，来跟大家介绍这一台 HRV。当初 S 的等级是849,000，最顶级的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哦？简单的讲，只有最顶级的有6个安全气囊，再来一个就是最顶级的有配备 LED 的头灯、卫星导航、车载屏幕。这个就是这个 S 等级跟一般等级最不一样的地方，规格表就啊放在这边，1799cc， 一看就知道是冲着台湾的税金而来的。这个无限期的支持，燃料费随油征收，好不好啊？不过这是牌照税哈，台湾贵的是牌照税，其实不是燃料费。燃料费我相信换成随油征收之后，有没有应该不会比较便宜？因为你开越多越贵嘛。哎，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牌照叫税，对不对？你如果欠国家税会怎样？罚款 ，double 再 double。但是呢，燃料叫做燃料费，可以迟缴，不会罚钱。所以我相信哦，政府每年关于这个燃料费的这个呆账应该是蛮多的。好，因为只会催缴不会罚钱，一换成随油征收的时候，你打开加油的时候你都要缴，你不得不缴，你要开就是一定要缴，还不能欠，绝对没跳票，不会有呆账出现。好方法，哎、欸，我把功力加来哈，介绍1799是不是？税金刚好是这个 1.6 等级的，马力143匹，扭力17.多公斤吧。好，不要背数据了，规格表给你们看了。进入正题，看一下，我觉得这台车有什么比较有趣的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走，好，17寸的铝圈哈，还有这个防刮材质，哎、欸。本田是不是很会生锈？哎、欸，泰山，你搞我那个量钢板漆面厚度的那台哪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为什么会这么容易生锈。我来看看是不是因为漆的关系。看到没有？超级漆模椅，我之前买了很多漆模椅，一台1-2000块啊，用一阵子就烂掉，所以我买这是非常贵，这我都偷偷收起来不给他们用。有没有到了？倒数，好，开始。叶子板94.3，旁边刚好 Kiss， 竞争对手94.3，对不对？差多少？厚度漆的厚度差多少？哦、差子。我们量一下引擎盖 ，Kiss 154，好，我看 HRV 136，还是薄了一些些。好，我们再量一下门好了啦，不要说我们没有给他机会，因为他通常都是听说是这个边缘的地方会生锈，还有这个胶条拔开的地方，所以我们量一下门的边缘好了，95.6。啊，我量一下这一样门的边缘呐，哈，我们不要欺负人家。SSM 有可能，好不好？我们这数据只是给大家参考，以上不代表本台立场，代表泰山的立场，好不好？好，我们随便量3块而已，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没有要 diss 谁的意思啊。对对对，我们这台已经卖掉了，好，我们这个就是纯分享，不是为了要卖车，所以拍这个影片，好，这样我们才会说真话。我如果想卖这台车，我会量这个给你看吗？我如果有业配痛打有给我们钱，我们会去量这个吗？我们一定找一台漆比它薄的嘛，对不对？这个上面会滑。我跟你讲啊，其实哦，该有的都有。我觉得现在拍片就是一句话，该有的都有，就不用讲。可是他这一台，他那时候2017年好像没有盲点哎，没有吗？我没看到有盲点哦、啊，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看我介绍这个东西，还是只是想要我乱七八糟乱讲而已？那大家来乱讲，要不要？好了，我觉得这台车吼，第一个比较特别是这个侧开的门把，好像 CHR 好像也是这样。我最早看到这个门把是怎样，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拍到咩？要拍到咩啊？你有没有不小心拍到咩？有啦。当摄影师反应那么慢，怎么会有流量？知不知道？以后拍的时候看到咩走过去要跟追焦，好不好？我是觉得不好开啦，我觉得他是怕小孩子开还是怎样？你看哦，你这个要开，你要右手开，
然后再降，对不对？左手开怪怪的哇，啊，我还比较高哦。你今天如果是对不对稍微矮一点的，左手开的就可以。这个最早我看到的是在那个阿法爱快罗密欧156，我以前是想说他故意要隐藏这个门把，然后看起来像 coupe 的样子。后来我发现不对啊，因为你门缝就露馅，你就算你没有门没做门把，还是有缝，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四门的啦。双门之所以好看，是因为没有这个门缝的线条这样拉过来。现在那个E class coupe 啊 ，C class coupe 那种，哇，不要讲什么喜美 coupe 双门的，只有两个门，然后这个线条这样带上很漂亮。啊，再来一个哦，也很多车评啊，最喜欢介绍就是它的椅子啊，它的椅子有没有？好像是可以前倾嘛，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椅子是可以翻起来的，好不好？翻起来。好，然后这个把它折下来，它就会卡着。其实 Fit 也是这样，它就是设计了一个这个。好，你如果搬一些电视啊，40寸、50寸、60寸没有问题。可是你电视要进去，你看这个门的开度有没有？它这个门框做的太窄小了，所以也不好搬呐、啊，上下卧也不好搬呐、啊。虽然他们都很推崇这个东西啦，可是我觉得哈，椅子的底板只做一根这个，刚刚就两雄，很像这贼一勾桃啊，你知道吗？很像做板凳。我的话，我是觉得没有那个扎实感跟安全感。康康啊，你坐起来让它悬空的，敢不敢？啊，这个就是让你们自己坐的人自己去感受，觉得说这样做其实空间运用很方便。但是我是觉得用一个铁管坐在铁管上，感觉好像没那么扎实。对啊。干嘛嘻嘻啊？干嘛？啊，再来一个就是我比较不喜欢它这个尾灯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大钢牙，你知道吗？泰山，我跟你讲，这片后置完成的时候，记得帮我把这里哈也做成白的，只留这里，我觉得会比较好看。就这样，我觉得这样比较漂亮。以上纯属个人立场，好不好？这你白带听不丢啦，对不？刚刚问起台北有啊，听五年啊，后车厢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就是后车厢，我想它这块板子，我们说 case 是纸板对吧？它这个屌了，它这是空心塑胶板。哇，空心的可以压下有吗？它这两个是空的，看起来就是随时就是会GG的感觉。铁的螺丝锁在塑胶上面，你看它现在已经会稍微会动了，有没有？坦白说，这个成本会比纸板高一些啦，可是我觉得GG度是差不多的啦。好，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啊，基本上它打平也蛮平的，不用打啦，去白台看啦，要看平整去白台看啊。我平单啊，大家都要敲完，要看 HRV， 非常好 ，HRV 到底有什么用啊？我知道大家想看我试车，对不对？那我们的话不多说，要不要直接去试车一下啊？其实这车也没什么好试的啊，大家最诟病的是什么？隔音差，风切声大。好，试完了。对啊，在网路上有没有？哦，大家讲到 HRV， 不会讲说他车子啊故障什么，两个，一个生锈嘛，一个风切声大，好不好？啊，今天这集就做到这边了哈。啊，喜欢要记得订阅、分享啊、留言、按赞、鼓励我们做更多影片。哎，你看到、啊、他现在这个哦，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后面才上的一个胶，这应该是原厂的一个补救措施，因为他怕从这些地方开始生锈，所以他在这个接缝处哈、哦。水滴容易停留的地方，它都有做一些防锈的胶上去。然后一般他们在讲锈锈家族，其实会锈就是要拉开这个啊。如果有锈的话，这边会有一点一点的那个锈点，可是这都没有啦，这我们都回来都检查过。好啊，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会补强啦。可是我坦白说，这个补强蛮有限的，因为它本身它的防锈处理或漆面就薄的时候，我们后面只能从锈的地方开始补强，所以它其实第一层的防锈处理就很重要了。好啦，出去试车啦啊，跟大家分享一下风切声大声是怎样的。好不好？走走走走，这个哦，我们就上一趟环东 ，diss 一下它的风切声啊，就打完收工。看一下这个平均油耗哦，14.5，好像高速16吧，市区11点多，平均14.5。你看它1800cc 的，它做到140几匹，以前那种霸气大霸杯啊那种感觉，Honda的引擎就是要1800cc 就是要做出180匹马力啊。现在是不是因为那个环保的问题，所以马力都不是很理想？要不然就是要加涡轮。现在开到60，哎，它有风切声，好小。我只听到后面那块后站板会晃动，我可能刚没有把人家锁好。可是我觉得那个后站板真的应该会发出声音，因为它做空心的，又做塑胶，感觉会哩哩隆隆的声音，会有共鸣声。你一个东西，你把它做中空的，会有共振，会有余震。真的没有盲点吗？有啊，现在没盲点，应该是这个下个年式的才有加盲点系统。很多人在讲哦，现在大家都用 CVT， 可是哦，我目前开过这么多牌子的 CVT 啊， CVT 是真的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啊，差一气，差几亏啊！真的开起来哦，会有那种引擎声跟速度不成正比的感觉。现在因为 CVT 的关系，让我试到不同厂牌的新车啊，我觉得怎么开起来都有那种如出一辙的感觉。
欸，不会啊，那我风切声呐、啊。无啊，我讲话无听、啊。到底是我耳朵有问题，还是其他人开车的人有问题？不过哦，我现在刚好在高速弯哦，它这个前面是麦花臣，后面是牛力娘啊哈、哦。可是它这个底盘是真的没有辜负 Honda 这个品牌。我觉得这个 HRV 哈、哦，它刚好填补到那个喜美这个缝隙。那时候大家就在吵说喜美时代有没有要进，有没有进，有没有？因为喜美时代已经有涡轮了，所以进来要100多万，后来放弃嘛，没有进来。啊，刚好这一台 HRV 哈、哦、没有涡轮，1800，那所以它的价格刚好可以压在这个70-80万这边，所以刚好进来填补这个时代没有进来的这块空隙。不过 HRV 哈、哦、它的底盘的设计啊，不让你觉得说你在开一台稍微高的这种休旅车的感觉。你开 C3 啊，开 Kicks 啊，稍微高一些哈、哦，过弯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一定会侧倾。但是这一台车的底盘的这个配重也好、啊，跟它设计的结构也好、啊，我本身我如果不去看这个。视野，我会觉得我是在开一台轿车，那跟一些新车车评说的，我觉得也蛮像。我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CVT 变速箱，我怎么开我就觉得差几块，就 gay， 你知道？那就好像你去 EHES 的时候，嘿就 gay， 然后叫个阿伯叫不完，有没有？好像你很强这样，其实没有，其实还好，没有那么强。不过油门反应我觉得很好，底盘也不错，风切声我真的觉得。我听到，我就怀疑了，我等一下看一下啊，我知道他搞不好吼、哦、偷做隔音还是什么，搞不好还有做隔音。哎、欸，我跟你讲，网友最喜欢看我的手表，来，我今天戴这只哦，国宝，看他出的电表、瓦斯表，有没有？那个时间到了会在那个大楼贴一张红纸，要叫你写度数那个，这内装全黑的、哦，我想全黑是最安全的安全牌。你看它内装全部设计都全黑的，有没有？啊，黑到让你分不清楚是皮还是塑胶。你看这个是皮还是塑胶？你眼睛看，你以为它塑胶，对不对？可是你摸好像是皮，对不对？这只能说是安全牌啦，就是不会被人家嫌啊，没用 key 啊。可是你说它有质感或好看，也未必这样。然后我还不喜欢这个碰大车系啊，后期的这个恒温空调面板，一这种触碰了我觉得妈有一天一定会坏。如果我是消费者啦，我会觉得说，你不要给我这么炫泡的东西，恒温也好，什么也好，你都给我用转的就好了。你把这些钱省下来，你不要去偷我的一些什么他妈饰板啊、胶条啊、隔音的地毯的厚度啊、滤网偷了几颗啊？你知道这为什么吗？因为他偷那个滤网、偷饰板、偷胶条，你看不到，但是他偷这个你马上就看到。所以这个啥，捐钱要打卡，你没打卡谁知道你捐钱？所以我觉得消费者看到的可能就是眼睛看到的东西啦，啊，这功能键归堆啦。其实哦，是那么多车哦，这上面的这个功能键啊，我从来没有一台有用过。我连自己的车，我都没有在用这个功能键，音响大小声什么都没有，我都直接转。所以我干嘛在对外的功能是不好的物件。我前几天有看到一个新闻啊，他说就是他想要把这些触控的改成传统的按钮式，本来就是旋钮按钮最好啊。他就是说要让消费者回归那种有在使用车上的这种感觉，这就中我的点了。而且我跟你讲啦，我最喜欢是什么？你最好一排都是那种北梯啊，那种啪啪啪啪，像飞机那种，有没有？哦，然后交叉验证完之后按下去，核弹才会发射。哇，电影不是都有这种机械式的感觉是最好的。我觉得那个轮毂啦。你如果说要他说他的隔音的部分，我觉得这个轮噪声，他这个轮毂的部分哦，可能隔音做的没有那么理想。但是哦，他有装晴雨窗的状况之下，我还是不太听得到有什么太大的风切声。对啊，磨风切声呢？他这个我重踩油门哦，它是会引擎声会变大声，可是它冲出去的那个力道跟那个感觉啊，我觉得没有这么的及时啊。对啊，没有那么及时。你看现在声很大声哎，可是其实速度还好哎。我要追一台宾士追不太过去。哎，它这个有一个蛮有趣，它这灯会变色。你看，它现在是绿色，有没有？有没有变蓝？哇哇，变紫。哦，我现在松油门，它是绿色，代表你在节能啊。蓝色。蓝色、紫色就代表你越耗油。蓝色再紫色啊，颜色越深越耗油。哇，七彩霓虹灯哇。色、紫色、绿色、黄色。我以为是像一些车子。仲裁就很激情，然后就变成没有，然后越来越红，越来越红，然后爆炸，看，它只是耗能而已。对，它就是节能的那个指示啊。我觉得它的方向盘太细了，这比我黑的更加油呢。
手臂啊，比我手臂还细，这个握起来的感觉就是太细，没有亲切感。黑人就是需要那种握起来那种亲切感，然后太滑了，它这个好像有一点，它虽然是皮质的哦，我在想是不是不是真皮的，因为这个皮啊没有那种指滑效果，就是蛮滑手的。然后这个握把的地方，我觉得也不符合我的工学。哎呀，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嘛，我的脚是比较小只，对不？啊不不，我的脚比较大只，但是我的手可能比较小只，所以我这个握起来，我觉得有没有之前那个变形虫，对不对？这个没有，因为我这个握起来这边会有空隙。哎，不过你讲良心话，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以目前这个 S 版 HRV 来说啊，哈，颜色啊，对于这个车价的影响蛮大的。我先讲哈，2017年的这个 HRV 的 S 版新车85万啊，我直接取整数。你如果在中古车，你要买到这个 HRV 2017年，大概价格会在65万左右，然后车商再收，应该会再扣掉一成。好，60万左右，依照车况。但是哦，Honda的车，不管是喜美、Fit、HRV， 颜色对于这个品牌的车来说非常的重要。如果在 HRV 啊是灰色的，价格大概可以差2到3万，中古车价。对，通常 H 这个品牌啊，不是斜的哦。哦，我说正 H 哦，这个品牌哦，通常都是年轻人居多啦，或者是一些30-40岁啊，哦，像我们这种的啊，他还知道这个 Honda 本田。神话嘛，所以年轻人还知道有本田神话的这个状况之下，通常他们要买这个车子啊，他们就会对颜色这个东西会觉得很重要。所以啊，这给大家参考。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你找 HRV 或是 Fit 或是喜美这个车款，8代9代都好，颜色是一个很重要，对这个车子很重要的一个影响，会差2到3万。以 HRV 来说，啊，你啊85万跟65万等于啥？2017年3年车。才折了多少？20万。所以其实这个 CDI 给哦，他如果一年车2019，可能大概只差个10万左右。85万的车，可能你买到手上可能要75。然后你如果说是这个2018，再差5万，差700万。所以等于跟新车呢差15万。对，那你2017就是再差5万，一年大概就差5万。好，以这个车的年份来讲，哎，这不是细的哦。你 HRV 是什么？5年内一年差5万。可是当这个车已经比如说8年、10年，可能一年只差2万而已，它是会一直递减。你不要他妈5年、5年、5年，他妈算一算，过8年以后这个车剩下10万而已，不是这样算的，好不好？好，这个折价是会有个弧度的，不是他妈一路折到底，好不好？要不然你这个车专弄到报废也要有个3-5万，对不对？怎么可能折到0？他如果12年不逗他，我卖你车还要再给你5万，这样啊，不是这样算的，好不好？哎，欸，你看他也在作案呢，啊，我以为这里有个盒子，结果不是，他只是这个的。我相信，如果要拆这个，应该是要拆这个盖子的，里面有螺丝，中传会起来。哦，然后旁边还有设计这个，有没有？还有一个差一个点烟器，这家就北蓝了。我跟你讲，跟那个 Volvo 一样，知道吗？ Volvo 是前面一块板子，后面空的。我要插 USB 吼，我要插点烟器，我看不太到呢。你知道有人插，因为插这些出起来会不？真的啦，你如果要找里面的东西，你看像我要这样子才看得到 USB 插孔，我这边连点烟器都看不到呢。要你那边才看得到点烟器，就神奇耶，有没有？哦，欸，我这样他妈的外面看到不知道有趴在泰山腿上干嘛？靠腰哎。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不太喜欢，不理想。不过泰山，我觉得哦，以开起来来讲啊，如果跟几台车比啊，类似这种跨界小休旅、小跑旅，我可能叫它商旅。你知道以前新北町有那个小台北，你知道？那小台北很有名呢，以前同学都会讲。你知道为什么有名吗？为什么？因为它四面八方都是镜子，跨那边跨上面干斗龙。哎，怎么会讲去那边？我用 Kids 跟这个比啊，虽然这个Kids 价钱差不多嘛，799。我坦白说哈，我如果今天我真的要代步的话，我比较喜欢 Kids， 真主观哦哈，就很单纯，就是外观内装开起来的感觉。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哦啊，那个车评一定要开起来要觉得马力很够或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设定嘛。我如果今天我的设定是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Vios 我也 OK 啊。我就选 Vios 啊，所以我说我今天如果从这些小型的休旅车里面要我挑一台我自己来当代步用，我可能会挑，坦白说我会挑 Kids， 这是我自己主观的，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一台的外形不得我的缘，尤其我刚刚讲屁股那个尾灯，我真的是看的有一点逗懂啊。而且再加上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是在中古车市场来讲太贵，折价幅度太小。我刚刚背这一家，我怎样我都无法说服我自己。我以前其实很讨厌卖这个车，你知道吗？可是我不瞒你说，从我开始有卖之后，我卖好多台啊。所以我常常讲一件事，我们不代表市场嘛。任何一个酸民在底下留言，你们也都不代表是市场啊。大家常那个车怎么还多少钱？那个车怎么还多少钱？
问题每一台真的就有人要买，我嘛不法多啊。哦，你看准这 R350 这，我干嘛还看起来的跟他被在的？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别闹了！我怎么看我那个车，我就是不喜欢啊。可是我不能讲说开那个车的人都白痴都笨蛋嘛，对不对？人家喜欢就好了。啊，所以哦，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很主观的啦。哎，还有什么小修理？CHR 也是 ，CHR 嘛，不对外、哦，我这样会得罪很多人。这样子，这是我主观的感觉。他就想，好像想把自己做的很像变形金刚，很帅这样。可是我怎么看，我都觉得怪怪的。那我觉得我们话讲到前面，然后这我很主观的看法，这给大家参考。有人这样觉得，很好，我们磁场相近，频率相近。啊，你觉得，哎呀、啊，你开 CHR， 你觉得你车很棒，那也很棒，啊，你爱就好了。就跟我有一些同学就说，哦，交一个女朋友有没有？哎、欸，你不觉得我女朋友像刘若英吗？我按照狂，我有尴尬。到底你哪来的自信跟想法？你女朋友长得像刘若英，你懂我意思吗？还是可以买啦。基本上哦，它的妥善率我觉得 OK 啦。开起来就我把我们家打开 Q 幺七直接被送啊，还是几台车啊，载起来油门打的照啊，我觉得不太会坏是一个重点。还有 Honda 的精神 ，Honda 的品牌也是第二个重点。好，喜欢我们影片要记得订阅、留言、分享，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看的影片啦。HRV， 拜拜，拜拜。没有，搞到一样的，都一样啊，它的隔音好坏啊，这里没有，这里啊，这里没有，有没有？它、这里原本是有的嘛，有三个东西嘛，那这一台你看，这台有这个啊，啊 B 柱这嘛是赶快呢，这一样啊，啊原来这个钢筋，我知道，这一样，下面也有，怎么样？这个啦。他只坐到这边嘛，对不对？哎、对、啊。然后这边又拧过来嘛。嗯。哦，哎，这里有吗？哇。哦，对啦，他没有这个啦。你看，这边没有接下来啦，对吧？哦，有呢。啊，对，还有后面刚刚那啪啪啪的声音。哎，他啪啪啪的声音真的就是不是我没装好呢，他真的就是会这样呢。啊，这台也是吗？哎，有无？提掉都无声啦。哎。那等一下，后面也有胶条啊，这个有呢。对啊，你看这也是贴的啦。哦，这个就看得出来是贴的了啦。这个哦，这个就没有啊，对不对？所以你没有比较，还真的不知道啊。嗯，其实我以前很喜欢做这种隔音，我之前那个 A-Class 啊，嗯，它那个现在都 cost down 啊，那个很多东西都偷掉，很多胶条。比如说我有发现啊，其实像 IS250 的。嗯，隔音我觉得比新的 IS200T 还好，像这个胶条，你这台来单独给我看的时候，我不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你这台单独给我看，我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长得都一样啊。可是你真的认真看，你就是差了那几条东西。那所以以前我那个宾士买回来的时候，我有去上网去买，几百块，还有分嘛，什么 A 柱、B 柱、C 柱有没有？叶子板的，什么水接的，然后一个都几百、几百、几百，啊，买起来可能三五千块。自己粘一粘，我都觉得其实 CP 值蛮高的。下一次叫科P拍一集啦，便宜的让自己提升自己爱车的宁静度，花小钱，那真的小钱啊，自己就好玩。我觉得这个不错啦，那隔音弄起来，我等一下再去开一台灰色，这台灰色就知道隔音真应该是有差。好啦，下次见，拜拜。